再次跟分享大家来到 St. Michael's Church， 今年我哋2021年线上嘅报家宴，来喺中辉路传道。我哋虽然喺在线上，因为我哋知道咯，先前穿越的世界，2021年，我哋经过去好多嘅波浪，好多嘅风浪。我哋研究来到出去，学每年在屋卡每一间屋都去报家宴。我哋饮年酒要太智慧，饮年酒嚟到坐下来食东西，一切包戒严过后，睇呢我哋喺感谢我哋嘅上帝，我哋要研究年酒在新上街，咁样嚟到唱歌，一切读圣经，一切听上帝嘅话，一切嚟到赞美我哋嘅上帝。那今年是 Michael 嘅主题咧，在圣诞节就系圣诞嘅盼望啊。我哋要乜嘅盼望？所以就圣诞节期预备，所以我上先见问呀。我哋唱嘅歌，还要读嘅圣经，我哋要听嘅头，也边个我哋就盼望，我哋要向见前面来到行，我哋要继续下一届来到依靠我哋嘅上帝。所以天少诗歌，我哋要唱嘅咧，即系天使高唱在高天，然后咧我哋就。读圣经，所以我哋要求上帝来到祝福我哋以下嘅时间。
包佳音的经文是记载在路加福音二章八至二十节。在伯利恒至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抱着布窝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窝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治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于神，赞美他。这是上帝的话，感谢上帝。我们躺开的首歌，躺开的吞心经的时候，我们继续在的地道，上帝要来到苹果，我们每一个人继续在家的里面呢，还有一个的盼望。我们地道，我们盼望呢，我就有时候我就请你在梦中啊来到上头的。那今天我就要来到上下，你昨晚也有没有拨梦呢？昨晚也拨到什么梦啊？啊，没拨梦？哦，有。好，你拨的梦某一个人可以知道的，请你一个人本人知道的。那可能我就也有点盼望，有点梦啊，变我就这条新闻仔的。他呢，因为的就以前二零二一，我就见过去很多咧，我就可能，我就个物价，即见过很多个波浪，我就可能好多个希望，好多个盼望，我就也可能失去去哦。可能我就物价人，我就也要认错的就以前啊，也要离开我就。所以我们的想到我们的盼望呢，好像谋晒去哦。那按照我们今日来看下马来西亚，马来西亚请我等等马来西亚啦，你就以前的数目是多少啊？今天竟然上到260万去哦， 2.6 million， 还有死亡的人呢竟然到10万去哦。所以我们要看到上帝赐的很多基督下去的在马来西亚有什么盼望变过我们。所以我们就来想下了，按照的明年啊，2022年我们还有什么梦，还有什么盼望呢来到上下。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到吞心经，在马太福音第一章18到25节，我们就来看到的主题就是一只梦啊，改变人的想法。一只梦，你博到的梦能够改变人的想法吗？那今天我们来看一段圣经，你一只梦啊，可以改变人的想法，人的方向哦。
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你看你有吓到哦，也是基督该工商该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配了药石，还没有引起啊，还唔前迟过来 ，OK， 唔前迟几过来，玛利亚就从心灵里面呢怀了孕哦。哇，玛利亚将天去欢嘅咧，那你就怀孕去哦。那十九节讲明阿条汤啊，夹个仓库药石啊，气质依然强强愿意啊。明明嘅咧，所以就时候诶，唔会嚟到羞辱他，唔会在讲明喺嚟到羞辱玛利亚，佢就上去暗暗嘅咧，把他羞了哦，叫一老吉离婚咯。所以佢出嘅肯面对一只太嘅问题，佢讲你们要好，我狂啊啲坑人才嚟到讲啊，所以佢就上咧嚟到你们要老吉计嘅只肉。来到离婚，所以佢曾经上嘅时候，就啱嚟到舐嘅时候衰落教佢啊！所以佢当佢衰木嘅时候，二十只个面嘅吊汤，真佢就啱嚟到反复思想嘢倾嘅事嘅时候啊，要做嘅事就向佢梦中显现。老佢讲乜嘅咧？老佢讲太会嘅自信弱势，不要怕。然后接过呢，次过日嘅次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嘅孕呢，系从心灵来嘅哦。然后咧，天使又再讲，请你小姐，佢爱将生一只例子，佢爱编佢起名叫亚斯，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哦。所以亚斯嘅名啊，就系嚟做咩咧？从罪恶里救出来，亚斯就是救主，亚斯就是一个盼望。所以今年我们的圣诞节2021年啊，在2021节我们就看到的圣诞的盼望哦，就是亚斯基督所变我们的盼望。那英文的盼望的字呢，就是 hope， H-O-P-E。那你咧，我就用一只字咧，来到一只字一只字眼咧，来到去看 ，H 系乜嘅 ，O 系乜嘅 ，P 系乜嘅 ，E 系乜嘅。那你我就超翻译到边个，也一样嘅来到去解释。那 H 咧，我哋一看也是叫 healer， 也是医治，也是叫医治者，也是边个盼望，也是医好好多嘅人，也是看过好多嘅人。那我喺讲到嘅咧，就系路加福音。第七章一边，你一只寡妇，一只寡妇，真要一只例子，那个例子死害哦，我点知道物嘅原因死害，所以佢要出见去埋葬嘅时候啊，呢度也是，也是就叫一只细蚊仔咧，一只年轻人起来哦。帮一只细蚊仔救进呢边嘅只寡妇，所以你看下亚斯所带来嘅系一只盼望、义气，所以一只家庭要再年久、再持续取一切。妈妈留例子见好，那个人嘅只我咧，我哋要看系乜嘅啊 ？One living God， 真系一只发出嘅上帝，唯一一只发出嘅上帝。那亚斯基督来到嘅时间上，亚斯高头，亚斯义气，亚斯死在十字架上去埋葬去第三日 ，OK， 第三日复活去。那然后就升天，有一日还会再来。那一只亚斯死去复活去，一只车带来边个我就知道，原来我哋所相信嘅亚斯啊，系只发出嘅亚斯。发出的神哦，发出的主耶稣，我哋年久该来到去老家祷告，我哋庆祝圣诞，因为耶稣应验该发出，所以我哋要来到感谢 the one living God， 唯一该发出的上帝。那再过来咧 ，H O P P 系乜嘅咧？是 praying for us 哦，为我哋祷告。为我们祈求啊，在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你写到乜嘅啊？虽然听我们的吹呢，听我们的吹呢，要基督
也是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在坐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啊！我也是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为我们在祷告啊！也是为我们祈求，也是为我们人来到祷告，那也是为那行人祷告呢？特别如果我们相信自己，我们每日留给祷告的，我们讲给他的，我们祈求自己，祈求那边阿爸听，上帝呢在一边来到听我们的祷告，耶稣基督为我们人祷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是我们的义妻者，耶稣是唯一的神，耶稣为我们祷告。所以这一只救主还有最后被我们的这义是什么呢？义在英文叫 everlasting life， 华语叫永生。那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都好熟悉嘅就先见解啦哈。讲到乜嘢啊？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所以有时来到嘅就时间上，边个我哋嘅盼望者？相信佢，我哋要永生。嗱，十七节要再讲到乜嘢啊？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听世人嘅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我哋因出耶稣基督，我哋得救；因出耶稣基督，我哋要永生。所以我哋看到耶稣，边个我哋要永生？所以我哋知道咧。也是所带来的盼望，也是在义妻者，也是在唯一的发出的神，也是为我们祷告，也是使我们要永生。所以这个盼望在圣诞节里面，这个信息也是所变我们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梦啊，天使老爷他约瑟讲去这一个梦能够带来所以人的生命要改变，这因为我们能够跟随耶稣，这我们能够把生命交托给耶稣。那二十三节，天使又在这一项呢，因为安样样的事情过去，一切的事情过去，这因为要来到应验嘛，就对上帝所讲的哦，什么的呢？二十三节啊，所讲的这必要同意怀孕生子哦。人要称他名为以马内利，那以马内利的意思翻出来是什么呢？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以马内利也是个名，是留我们取一切。那二十四节讲给我们听啊，约瑟上过来哦，那他上过来的时候呢，他起来啊，他就遵从 ，OK， 遵从主的使者吩咐他的呢，他就持玛利亚过来。了玛利亚生去圣门祭，佢哋阿边嘅就圣门祭，一名按咗亚斯，所以亚斯即系嚟到嘅时间上做我哋嘅救主。那嘅一只梦啊，能够带来改变出人嘅想法，嘅一只梦所变学过我哋嘅盼望。你是咪只啦？再看到一摆，叫佢将生一只儿子，叫佢结。其名叫亚斯，他要将自己的百姓啊，从罪恶中救出来哦。所以亚斯基督去救我们，这个名按照亚斯救我们从罪恶中救出来。所以呢，我们知道在亚斯基督里面，我们是要盼望。在亚斯基督里面，亚斯变过我们救恩，亚斯是义治我们。也是发出的神，也是为我们祷告，变过我们要永生。那下一首歌我们要唱的呢，这个就仍然的在马槽里，仍然在马槽里，上帝变去我们一直的盼望。那个盼望就是一直救助在一直马槽里出色。那也是基督为我们原来在一直时间上为我们试开，也是发出的救助，每一日在我们的旁边，也是在留我们的一切，
在第三节一边讲到，也是喺吹阿条嘅善变，其后第带阿条人与日咧平安嘅转到去天父阿爸阿爸嘅边去。所以我哋一嚟到求上帝，我就发出嘅也是，我就发出嘅救助，成为我哋嘅盼望。我哋只要祈求，我哋嚟老老嘅讲，也是你进入我嘅生命嚟管理我哋嘅生命，你帮助我哋嘅生命，本来系冇盼望。但我就见到因出耶稣基督，我就要去个盼望。所以我就见到初见来到唱汤嘅一首歌，如果以后唱嘅咧，我就紧紧来到唱嘅一首歌，人人在马槽里。Yeah.
所以我就真系叹气笑过，人人在马朝里，也是喺边个我就盼望，因为我就发出嘅也是，边我就盼望，我就发出也是，佢喺管理我哋嘅生命，我就愿意嚟到教徒边记，也是管理我哋嘅生命。好，我哋趁嘅时候，一切嘅嚟到祷告。天父上帝，我哋在今日再次嘅多谢你，我哋献上我哋嘅感恩。因为我的爱，因为你边个我哋盼望，特别趁个圣诞节去祭拜，我哋再次个多谢你，因为你见爱系我哋今年一年，2021年你都带领去我哋。虽然我哋见过要唔好嘅时间，也要好嘅时间，我哋要嚟到献上我哋嘅感恩，我哋要多谢你，我哋再次个趁个圣诞节去祭拜，我哋再次个祈求上帝。造出我的话语，你变过我们的盼望，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要救恩，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继续我们亲到上帝，你自己见爱去我们，我们在新的一年2022年，我们用求上帝来到祝福我们的儿童，我们的少年人，我们的年轻人到尽学校读书，还有爸爸妈妈也到尽做工，我哋喺看到上帝而嚟到祝福，祝福我哋嘅生活，祝福我哋每一责任。从日新嘅一年，我哋要主你自己嚟到带领我哋。我哋从日嘅时候，也用嚟求上帝而施下嘅祝福，并讲我哋每一责任嘅生活，每一责任在屋下嘅，在任何嘅地方工作嘅都好，上帝而都嚟到保护，使到我哋每一责任。所以在圣诞节期间，我们要继续下去的因错也是基督，我们要盼望在新的一年，当我们面对的新的一年，我们要得到主，我们要继续下去来到依靠你，要盼望的相信感谢你的恩典。主，我们要再次的多谢你，因为你爱是我们，我们要祷告奉耶稣的名来求，阿们。好，我哋春日嘅时候咧，要几件事情报告。哎，即系我哋24号晚夜9点半中文英文堂咧，我哋要有一只圣诞前夜嘅崇拜，所以我哋要欢迎大家到车来一齐嘅敬拜我哋嘅上帝，我哋唱诗歌，我哋读圣经，我哋听上帝嘅话，继续我嘅思想，也是所带来嘅盼望。啊，用25号早晨咧，8点钟，也英文堂、中文堂，我哋啊联合嘅崇拜，我哋用嚟感谢上帝，我哋从日圣诞节起啲杯，我哋言言嘅嚟到感谢，我哋嘅上帝。嗱，26号嘅礼拜日嚟嘅哦，所以我哋从日就圣诞第一集主日咧，我哋搭埋要一集感恩嘅崇拜。所以7:13喺演文堂，9:13喺客家堂。所以我哋欢迎大家到车来一齐嘅敬拜上帝，而在线上也好，来到 city 也可以，我哋来到求上帝，自己来到祝福我哋嘅时间。好，我哋今日在最后咧，我哋再唱多一首歌，呢首歌大家都有唱嘅，我哋啊希望咧大家每一责任一齐紧紧来到唱嘅一首歌，祝你有一只快乐嘅圣诞，所以我也相信2021年，我圣诞的盼望，上帝来到祝福我们每一责任，继续下去的向前面行，紧紧主耶稣基督更好，上帝祝福大家。Yeah.
圣诞快乐，新年快乐。